今年这么热，得多备点寒气。必修课。外出探险时一定要做好万全准备。
售卖工具和药剂不只是为了生活，也是希望为大家提供便利。菜肴的附加属性都写在食谱上了，毕竟十字往来的都是猎人。成就中有一部分是猎人的必修课。你可以借阅老村长的猎人图鉴。
Thank you.